女性每个月都有几天非常不舒服的日子，就是月经期或者俗称的姨妈期，有多不舒服，小编举些身边的例子吧。有人痛到脸色发站立，有人痛得满地打滚，还有人痛到呕吐，来月经很痛怎么办？这是很多姐妹们的心声。妇科中医师建议有三招缓解痛经。第一，经期多了用热水带热敷，可以缓解疼痛。从中医角度看，热之所以行气也可以行血，气血一流通，那么痛就会缓解。除了热水袋，还可以在医院购买暖宫贴，其实是同样的道理，把暖宫贴敷在脐下腹部，通过传递热量缓解子宫平滑肌的紧张度，同样也能够达到止痛目的。第二，如果热水袋还解决的不了问题，建议月经干净以后到药店买15克益母草煮水，煮好以后加少少红糖，益母草红糖水隔天一次，吃2到3次。中医认为益母草是活血化瘀的，红糖也是能够补血，这个一活血一补血，这种祛湿补虚的方法是一个很简便有效的方法。另外月经前3-5天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益母草加红糖吃2-3次，让他来月经也会减轻疼痛，这个方法不糟，什么人都能吃。第三，如果都解决不了问题，痛经难耐就要到医院检查，看看是不是其疾病引起的继发性痛经，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、子宫腺肌症这些慢性的盆腔的炎症后遗症也会引起痛经。不过一般原发性痛经一般多发生于月经初，而继发性痛经大多数是有性生活的育龄女性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，因此建议女性有痛经严重的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就诊，明确病因。那么生活中有哪些行为会引起痛经呢？一、搬重物。一般来说，搬重物的意思就是重物就是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以内，或者是这个物件需要你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搬动，一般动就要加负压，长期负压的动作就会引起盆腔静脉的充血，静脉血流比动脉流的慢，而且在月经期本来盆腔有轻度的生理充血，如果再加上负压就会加重盆腔血循环，导致血流不顺畅，从而引起痛经。二、饮食吃辣。辛辣味会引起血流的加速，也会引起盆腔血流的一些改变，最好还是尽量避免。三、吃冰淇淋及其他冷饮，冰冷的东西或是中医说的生冷的食物尽量不要在经期食用，减少这些食物的刺激造成血液流动不畅而加重痛经。医生提醒，经期千万别同房，女性来月经子宫内膜会脱落，部分血管开放暴露，经期同房加重女性不适合痛经。此外还会引起妇科炎症，因为宫颈处于松弛状态的性交过程中，男性生殖器的一些病菌更容易进去女性体内，造成感染，感染子宫内膜、输卵管甚至整个盆腔。